大家好，欢迎来到诗阳品酒生活，我是诗阳，带大家品酒品味生活。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如何品鉴葡萄酒，重点在品鉴上面，因为品酒和喝酒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事情。虽说品酒和喝酒都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乐趣，如果能学会好好品酒的话，能让整个体验更好玩。所以今天我将以三个专业程度教你们如何品鉴葡萄酒。这个专业程度是面向刚接触葡萄酒不久，或者是有了几年酒龄但是没有深入去研究葡萄酒的人，我们可以从基础开始。对于初学者来说，一开始品酒不用太纠结，品酒本身是一个乐趣，所以呢不要紧张，这件事情是个好玩的事情。你们现在能做到两件事就可以了。第一是喝完了这个酒以后，感觉判断一下这个酒自己喜不喜欢，这件事情不难吧。再一点就是试着做一些简单的描述，比如说你可以讨论一下它的颜色，可以讨论一下它的香气，都有什么样的香气，都闻到了什么样的东西，在嘴里感觉什么样。实际在这个阶段说什么都没有错，自己的感觉都是正确的。这个阶段最重要的就是积累知识，积累经验，然后多喝多学，这是最好的办法。所以呢，接下来我将给大家讲一下品酒都有哪些技巧，具体该怎么操作。品鉴葡萄酒基本上分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看，第二个步骤是闻，第三是品尝，第四就是思考并下一个结论。品酒的第一步就是看，看的时候呢，我们在观察这个酒的颜色，还有这个颜色的深度。另一点呢，就是看看这个酒的粘稠度，还有它的酒腿。酒腿就是晃了以后呢，留下来的那些水珠。能看到的这些特征，实际与葡萄酒的品质没有任何关系。就像我们说不要以貌取人一样，那葡萄酒也是这样子。所以在一开始品酒的时候，不要考虑去评价一个酒，因为现在我们的知识量还不够，所以呢，一开始就是吸收知识，多喝多学就可以了。第二个步骤就是摇一摇杯，然后闻一下这个葡萄酒。摇杯的时候，你可以在桌子上像这样子画圈一样，或者是在手里拿起来这样子摇杯都可以。摇杯呢，可以更好的帮助酒释放出它的香气。那么闻酒的时候，要把鼻子伸到杯子里，这样子才能清楚地闻到酒里的味道。在品酒的时候，嗅觉是最重要的感官，不管是闻还是喝的时候，80-90%的味道都是通过嗅觉感受到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实验，在你下一次喝酒或者喝茶或者喝任何有味道的东西的时候，你可以试一下，先把鼻子捏住，然后再喝它，咽下去了以后，你再把鼻子松开。这很有意思，因为你捏住鼻子的时候，除了酸甜苦辣咸，其他的味道什么也尝不到。但是你放开鼻子的时候，所有的果香、花香都回来了。这就表明，包括用嘴喝的时候，你的鼻子也是最重要的感官。喝的时候不要接着咽，在左右口腔漱一下，让整个口腔都接触一下这个酒。喝的时候可以观察一下这个酒甜不甜、酸不酸，在嘴里厚不厚，还是比较淡的一个酒。然后呢，再想一下这个酒有什么样的味道，有没有花香，有没有果香，有没有什么木头的味道，有没有什么土壤的味道。实际一开始你的描述不用特别准确，说什么都可以，重要的是去思考，去想这些问题。最后给这个酒下个结论，做个总结，想一想自己喜不喜欢这个酒，然后呢，最好能说出为什么，因为这样子可以帮助你下一次选酒。对于初学者来讲，最好的学习方式就是用一个开放的心态，多喝多尝试，然后呢，同时最好做一点小笔记，这样子你很快就能学到很多东西。喝酒的时候尽量每一次都喝一个不一样的葡萄酒，不一样的国家，不一样的产区，不一样的葡萄品种，这是学葡萄酒最好的方式。同时探索新事物，我认为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接下来这一部分比较适合有一点点品酒经验，也有一点点理论知识的爱好者们。到了这个 level， 你至少应该能说出5个红葡萄品种和5个白葡萄品种，而且你也应该能告诉我这些葡萄品种应该都有哪些特征。我知道有很多爱好者现在正在上一些品酒的课程，比如说 WST 系统下的，那接下来内容会比较适合正在上2级和3级的朋友们。
在这个阶段你可以看着酒标品酒，或者偶尔也可以试着盲品。现在我们品酒的目的是通过详细的描述并且分析这个酒，来给一个客观的品质的评价。在这个 level 品酒，你需要有一个比较合适的环境，灯光要亮，最好是一个白灯，空气中不要有异味，同时你也需要一个合适的杯子。如果你对杯子有疑问的话，可以看我另一个视频，叫三个专业程度选择葡萄酒杯。还有一点就是，你现在品酒的时候方便的话，最好每次都做笔记，因为做笔记也是学习很重要的一部分。我想现在正在学二级和三级的朋友早就有这个习惯了吧。从现在开始，你的品酒技巧非常重要，因为只有把特征描述准确了以后，你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看葡萄酒色泽的时候，你需要一个白色的背景，比如说一张白纸或者是一个白色的桌面都可以。一般的白葡萄酒都是黄色柠檬黄，然后年轻一点呢会偏绿一些，老一点呢会偏橙色偏金色一些，那红葡萄酒年轻一点的会偏紫一些，然后呢老一点的会偏棕色石榴红或者是砖的颜色。当然不同的葡萄品种和酿酒工艺都会有颜色上的特征。白葡萄酒大部分都是淡或者是中等颜色深度的，那主要的区别就是颜色的饱和度上了。看红葡萄酒的颜色深度有很多种方法，第一种方式就是把杯子斜过来看这个杯子的水边，水边越宽这个酒的颜色就越淡，那些颜色比较深的葡萄品种水边是非常窄的。如果你用的是 ISO 杯的话呢更简单了，当你到50毫升的时候，从上垂直往下看，如果你可以清楚地看见杯底，那这个酒就是一个淡的颜色，如果你完全看不到杯底，它就是深的，如果你能看到一点但是不是很清楚，那这个颜色就是中等。最后一个方式就是把杯子斜过来，透过酒试着读纸上的字，如果你能清楚地读纸上的每一个字的话，就说明它是淡的，如果有点模糊但是好像能看到，那就是中等，如果完全看不到了，那个这个酒的深度就是深色。那同时你也可以记录一下这个酒的挂杯情况，如果泪痕流得很快啊，粘稠度比较低的话，那就说明这个酒的糖分和酒精没有很高，如果这个酒一看就非常厚的话，那就说明它的糖分或者酒精或者两个同时都比较高一些。但是我要重复一下，挂杯和品质没有直接的关系，它只是一个特征。现在在闻葡萄酒的时候，你要记录一个东西，就是这个酒的芳香强度。以我经验，如果这个杯子在我下巴以下就可以清楚地闻到这个酒的所有味道的话，那这个酒的芳香强度是强的。如果这个杯口到了我的嘴唇，我才可以清楚地闻到里面的味道的话，那是中等。如果我需要把鼻子塞进去还需要使劲去闻的话，那这个酒的芳香强度就是弱的。在这个 level 品酒的时候，你需要把一类二类和三类香气清楚地分开。一类香气就是采收的葡萄自带的一些特征，二类香气是酿酒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味道，然后三类香气就是装瓶后陈年的时候去发展出来的一些味道。关于具体有哪些香气、什么样的味道、怎么去品尝这些，我之后会单独做一个视频给大家解释。不管这个酒有多简单，你至少应该也能写出五个香气出来，而且要实事求是，不要靠自己的想象力去写笔记，因为写的东西太多的话会影响你之后的判断。那入口品尝的时候，我们也有几点要注意一下。第一就是这一口该喝多少，一般人喝1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有的是8毫升，有的12，能最多到15毫升，多了也没有必要，但是少了有一定的危险，因为你的唾液会把酒冲淡，那么你对这个酒的酒体的判断就有可能受影响。在品尝的过程中，如果想最好的去闻到和尝到这个酒的味道，我建议你们在入口的时候也有这个吸泡的这个习惯，就是这样子。这种感觉基本上就是你嘴里有这个液体的时候在用吸管吸气的感觉。这个原理很简单，实际我们的口腔和鼻腔在后面是通的，那当你这个嘴里有这个酒的时候，你吸这个泡，这些泡经过这个酒出来的时候，它是带着很多香气的，然后从口腔通到鼻腔的时候，我们可以闻到很多更多的味道，这是对品酒的时候很有帮助的。这个你们慢慢练，我发现不同的人都有自己吸的风格，比如说有的人吸得很细然后时间很长，有的人吸两下，有的人吸三下，有的人泡很大，有的人吸完了以后还要
打个嗝，真的很好笑。就比如说有一次比赛，我听见远处有个人吸的声音特别大，然后呢又特别细，我一听就是哦，这一定是土豆嗝。然后我听见后面有一个声音泡很大，然后呢隔五分钟打一次嗝的，我知道 OK 这个是。一般我品酒的时候会品两口，第一口品它的甜度、酒体还有酸度，第二口就去品它的单宁、酒精、味道强度还有味道的余味。大部分葡萄酒都是干型葡萄酒，那么干型和半干的区别就是半干的葡萄酒有明显的一个甜味。那在白葡萄酒里，典型的半干型就是琼瑶浆，一般情况下都是半干型的。那在红葡萄酒里的典型呢，就是金粉黛或者是意大利的阿玛罗尼。酒的酸度就是在口中咽下去或者吐出来以后，你嘴里产生唾液的量，唾液产生的越多，时间越长，这个酒的酸度就越高。如果你的唾液腺并没有什么反应，就说明这个酒的酸度是比较低的。单宁是个多酚类物质，在你口中会让你感到很涩，很有一种摩擦的感觉。那这个嘴里越涩，单宁就越高。如果要是喝了以后呢，有一点点摩擦，但是基本上没有感觉，那就是比较单宁低的一个葡萄酒。白葡萄酒里一般没有单宁，但在红葡萄酒里，单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酒精含量有两种方法去品，第一种方法是需要你喝下去一点，喝下去以后呢，感觉这个灼热的感觉有多么强，然后呢，它会灼热到哪里。如果很深的话，那个酒精含量就比较高，如果要是只有一点点感觉，那酒精含量相对来说比较低。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当你把酒吐出来或者是咽下去以后，你可以感觉一下口腔到鼻腔上去的那种酒精的刺激感，如果很刺激，那就说明这个酒精度还是很高的。我个人喜欢把这两种方式去结合一下同时用，这样子能给我一个比较全面比较准确的一个酒精含量。味道的强度没什么好解释的，但是余味可以仔细的去研究一下。余味这一项大家要注意，因为很多人对这个有个误解，余味是这个在嘴里好的味道的整体的一个余味，而不只是一两项。所以你不能只关注它的单宁，不能只关注它的甜度或者是它的酸度，如果其他的好的味道都已经走了，那它余味已经结束了。比如说有的时候你会遇到一些普普通通的半干型葡萄酒，那咽下去以后呢，在你嘴里这个甜度会持续很久，但是呢果香还有其他的味道早就走了，那这个酒的余味实际是个短的。在喝的过程中，如果你发现了一些你闻当时没有闻到的味道的话，那也很有意思，你是可以记下来的，因为有的时候这些信息也非常重要。那现在这个酒品完了，你就要做一个总结，你要做一个评价，这款酒的品质从客观的角度来说到底怎么样。那如果上 WSET 的朋友对这应该比较熟悉，就是 BLIC Blake 系统，就是 Balance 平衡， Length 余味， Intensity 味道的强度，然后 C Complexity 就是这个酒的层次感复杂度。能满足这四项越多，这个酒的品质就越高。所以在这个 level 你们需要做到的就是可以详细的描述一个葡萄酒，然后呢再给它一个客观的品质上的评价。在这个视频里我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初学者和爱好者的品酒方法还有品酒的目的。那为了不让这个视频太长，我把这个视频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我们就先到这里。那在接下来这一部分，我将给大家分享一些更深入的品酒技巧，尤其是盲品这一方面。